东城买的，特别好看。然后一看伤害四，那就是白板。所以四也不一定是白板，如果是全自动的话，优选教主。那冲格伦戴尔肯定是全自动。嗯，不是，我是说你，我的也是全自动，但是我是对寸头，我二十呢，我二十四，他也全自动，他四。那你对比，我不玩二周目啊，但是得对比那个色素，我只玩一周目。格伦戴尔色素高的，我试一下好不好用，我把我那把枪拿出来。你先知道它是哪一个等级，不然你会升级过头。那它肯定是白板的呀，四肯定是白板的，不可能再低了。应该吧？哦，不是，混头。你可以一级一级升上去试一下，就你先把那个武器改到满，然后再跟另外一个白板的改到满的对比。但我是没有白板。你就当做它是白板，我反正差一点。大不了升多一级，不是，我为什么不能用一键升？不是说白板可以用一键升吗？什么白板可以？哦，白板对，那就 pass 文件嘛。我怕你升过头而已。但是它是白板。应该是，因为它不会写，就巨名武器它不会写它的等级，只能通过伤害看它。绿的不好看，所以我倒无所谓，但是黑的好看，我想要。Are you quite sure you don't want to hold on to that? 就直接 bad upgrade 就。要点一下吧。对啊，点它。选不到它的话，就滚轮滚一下。滚轮滚一下。没选到武器。没选到武器。啊？那是 stat， 不是 weapon。你看它那个上面。写的是 YWP。 那我这选了什么东西了？啊、选了地板。地板生气了是吧？你要滚轮滚一下，这个没所谓，它没有生效。巨名武器至少都要能用。那有的时候我都会为了外观牺牲词条的，甚至，但是我不能在乎的是，我不能忍的是你伤害低成这样子，我用不了，根本就，我靠。那我群星宇航服我也想升一下，我这是什么玩意，用都用不了。看你是想升到，升到改进还是升到 weapon 啊？这个，觉得没什么区别。改装一下看看这把武器是不是能改，就是我这把是二十四嘛，改完以后看看这个。我不想随便加，我不想破坏平衡，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如果不改的话它就没有任何用，我这个我肯定接受不了。等级低的时候我还是就是我能买到什么等级我就改。我觉得不对劲啊，我这枪已经改完了，为什么只有十啊？你那把是什么回事？我说你原来那把。我在看。啊，穿甲。穿甲这么高吗？穿甲高了一倍伤害。没有吧。你用的是全自动还是连发？都是全自动。啊，没有连。就是全自动。为什么会差这么多？有。而且传奇的话会有额外的加。金传奇会比蓝传奇加了会点点。这样。感觉上有一点就。算了，那这枪是没法用，就算升上去也没用，太弱。蹭经验了。这加载画面真不错。
晚上六点。建房子，我要把我看看。那这把枪只能当花瓶了，那你就当花瓶了，你在墙上待着吧你。怎么着？这是寸头，寸头。这。哎？物品栏我不能，这什么都。只能放手枪。哦，这个只能放。那哪种能放步枪？不知道。我觉得他这个游戏离谱的地方在于他不写，不像七六会写哦，手枪展示架，然后那步枪展，他不写，你都不知道，你到底什么展示架呀？这为什么不写呢？这个是什么展示架？这也是手枪？难道这三个都是手枪？这个大的看起来应该……看图标不是？大的可以。你看一下图标。三角形，给它形成一个这种。哇，三把手枪，哎，这个当那种枪甚至有点像墙壁艺术一样。那这个武器架能放弹药吗？也能。看看。到，没用过这个。不能，不行，这个不能放弹药，这就是放武器。对，这挺好看的，黑色的，你可以组一个在灯光，正好在灯光下面，完美。现在我要选三把手枪。我发现现在有个好处，就是那个飞船自起降 mod， 就是你在飞船拾取距离，当然你也可以改飞船那个转移距离。但不改的话，我就把它叫到这个新亚后面来，这样离我家的250米之内，我就可以拿东西，就完事。那我倒觉得就是距离是刚好城内都能够得到的，在城内的时候都能够得到的。确实，应该是在城内都够得到。只要在城内够得到，我外我就我改了1000，新亚就刚好。手枪存哪几把手枪呢？首先肯定要特殊手枪，我看一下。万古，我只有一把，为什么？因为好像万古掉好也没掉过什么好。哎，只有等级低的时候才经常掉万古，现在已经好久没见过一把。我想要一把好万古挺难啊。剃刀神射手是一个有独特涂装的手枪。还有哪些手枪有独特涂装来着？没了吧。那个也不算，就是父母给的，不算涂装的。那倒是。摇曳器没有一把那种复古的？摇曳器本身也挺。为啥万古最高优选？毕设是不是脑子被驴踢？哎，这次关于这武器等级还有护甲等级，是不是设计师脑子里提啊？这是什么呀？这是，我在想，对吧？这啥呀？这是，万古最高优选，乱七八糟的，凭什么这个武器就最高优选？最高优选，他为啥莫名其妙？校准没有，本来这个等级就画的莫名其妙，然后又这把没有，那把有 ，what the fuck？
其实我唯一把传奇万古被我早期的时候给卖一点。父母给那把叫什么呀？啊，利文斯通爵士什么那把手。Any situation, but there are practical limits, no? 我觉得这种用不了摆的，就是摆在墙上的时候枪就往帅了改。比如说这个万古那个消音器很厚，但平时我自己其实不会用，但是我这时候就可以改，因为它只是为了装饰在墙上而已。然后弹夹就千万不要改那个大的，因为它不好看，手枪的话，就怎么好看怎么改，反正。那我要给我应该把我那把格伦戴尔改成那个瞄准镜，因为它那瞄准镜挺好看的，但是我一般不用。格伦戴尔，戴尔。标准战术，不要改大型，不好看。人射手。短距瞄准，消音器都挺好看的，其实。嗯。哦，你改成这种标准握把以后，哦，才有这个 Freestar Collective 的 logo。注意。双动扳机。什么叫双动扳机？扣一下和松开时。就是、按下的时候。这有点意思啊！我操。其实不好用，手感很差。我也觉得你都控制不了什么时候开机，因为你要就要考虑它松开的时候，就按下的时候要考虑。我现在在认真装修这个，今天傍晚就是在认真装修房子。人射手，万爵士的手枪，宇航服工作台能放下吗？哇，正好，你敢信吗？正好什么？就是这个，它这个距离正好两个那个工作台宽一点都不行，窄一点都不行。我靠，这太完美了吧！这距离。就有时候有些东西让我觉得很离谱，就比如说我那个 Xbox 的盒子，那个盒子放在宜家电视柜里正正好好，就是它高可能五毫米就不行了，就一切都有很多时候你发现毫无相干的两个家具，它正正好好的时候，你就觉得 what。特别离谱，严丝合缝。这边我要做一个这个一圈的这个工作台，相当于工业，其实工业工作台 不需要吧，说实话，但是无所谓。工业工作，嘿，刮啥呀？这香味。医药实验室，没有什么好，这歪了。卓越，难道佣兵背包？研究实验室，哎，这边这一圈挺正好。研究实验室放下，来 ，come on， 就差这一点，哎，对，在这里待好，不要动。能用吗？卡了这么紧，看看就知道。
这一圈正好放下所有工作台，这样。研究工作台可用。医药工作台可用。我，你不是和别人争这个没意义，到时候还不如说你自己做一期视频，出一个文章什么的，对吧？你是不可能说服得了别人，就别人跟我，比如说你写你做，比如说我打算给星空起码做一个说2-3万字的鉴赏文章，到时候。那就算一个人给我发一个2-3万字的星空批评，我可能会说的他其中有些说有些道理，但你永远也无法说服我，让我不喜欢这游戏。所以，同理，你要真和别人争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无法说服一个喜欢一个游戏的人不喜欢，你也无法说服一个不喜欢一个游戏的人喜欢，所以，没必要。而且我觉得，与其就不如自己出一个，又难设计。星空这次我肯定要做一个我做过的最长的，一期。具体能多长不知道，我差不多预计，因为老滚五那期我是15000字，好像15000，星空应该2万多。的长度吧，一个小时的视频吧，这还不如分个上下集。那不行，就要长。睡，听到睡着。越长，而且那当然不是瞎水时长，就是你实质就有这么多东西要讲的话，我还是更喜欢长视频一个说完，我不喜欢说要把它拆成一堆那种。不是，你正常录你就录，录完整。就比如说，我就想发一个视频叫。比如说什么啊，星空鉴赏冒号一个标题，就一个完整的视频，从头到尾说完这游戏，说完 OK。 这个用不了，这个宇航服还是有用不了的，我需要把一些工作台改个位置，我试试这个东西，因为你要进到这边它被挡上了，靠，有点麻烦。这样我把它们往这边移，那人起码还玩了90小时呢，那 GameSpot 的50小时都写评测了，是吧？虽然我肯定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是啊，我也觉得没什么必要和争这件事情。这个放在这里说不定可以，让我试试。跑那么紧，我觉得研究台可以放到别的地方。我就想在这个小这个，你看这个小房间紧紧凑凑的，多好。主要是研究台这个终端，感觉放哪里都合适，也不一定非得放。我这个房间是那种就是维护间。哎呀，这个宇航服工作台，我不行，这只能放别的地方。我都说了，反正。哎呀，这玩意。就他事多，就他事多，我靠！别的工作台都没问题，就他事多。但那期视频底下有些评论很绷不住的，不是我说集合那电台底下。哦，正常。电台无所谓，但是啊，但总体吧，氛围还是就集合平台总体氛围还是最好的那一批，虽然免不了哪里都有老鼠屎是肯定的，但是确实总体上。感觉居然不是，我一向觉得对于游戏评价最大的笑话就是客观两个字，一听到谁一听到谁说游戏评价客观我都绷不住，就这是最大的笑话。不够客观，不够客观。我操，
这东西吧，就直接挑明了，就是主观啊，叫什么不同意你也能说，但是你如果让我客观，那对不起，那别看啊，对吧？我觉得大家就都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就算游戏媒体也是一样的，就如果游戏媒体是一个编辑那种的话，就一个编辑负责的话，而不是一群人的话，那别，就算一群人，那也和客观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个人是绝对是和这俩词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地方它叠了好几层，你看，它有一种层次感，但是让我这个桌子现在非常，你说我对齐谁？我和谁对齐到底？和里面那个对齐了。但是里面那个对齐会挡住这个嘛，所以我，但是这桌子，那这样你把桌子放在房间正中心吧。不行，我看看这样会不会遮住，试试。被阻塞，果然不行。放房间这种桌子就应该放在正房间。不是，你看这破房间，你怎么放到中间？然后就留一圈走道，要么用桌子，要么就用桌子。这样。你这个房间有点小。对呀，我就是说这房间这么小，你往哪放去啊你？那只能这样子，这样子算可以。这样子还行。放研究台那里。哎呦我操！这样子我确保四边都能走就行。四边都能走就 OK。对，游戏评测的意义主要是把这游戏是个什么东西讲清楚，说实话，然后再讲讲这个游戏对于它核心理念实现上的问题怎么样。我认为所有游戏的打分啊，都应该是看，就如果你是媒体的话，玩家无所谓，你作为普通玩家的话，你是吧，爱给几分，你就从自己的体验出吧。但是媒体评测文章就应该从它的这个核心理念走，比如说你看在星空发售前，这个宣发毕设一直说的是想创造一片你能栖息于里面的宇宙，生活感，生活 RPG。 那他生活上面做的怎么样给分。那比如说你对于有的游戏，就是就你要看，比如说电影叙事游戏，你就看了，哦，那情感传达怎么样，那演出怎么样，比如说分镜怎么样，灯光怎么样，然后比如说跑酷游戏《竞技边缘》，看跑酷的体验怎么样，动作流畅性怎么样。啊，射击游戏呢，更重要的当然是看射击手感反馈以及关卡设计的呢。然后 IS 游戏 Immersive Sims 那更是看关卡设计本身，涌现式交互，就每个游戏的评测标准应该是这样给，它那个十分应该是这么打出来，而不是说所有游戏变成水桶一样，就给个六边形。我就六边形，我说六边形是游戏评价上最愚蠢的东西，最愚蠢的啊。画面几分，音乐几分，什么这个美术几分，然后给个平均分，或者这是最愚蠢的东西，真的就是应该看它核心传达。就核心传达，你比如说死亡搁浅，你先问问，先看看小岛在之前，包括他说这游戏想传达什么，他在这个地方做的怎么样，他在这个地方如果做到完美，他就是十分，无论别的地方有什么缺点都一样，对吧，都是高分。那么十分不一定都是高分，只要他在比如说静止边缘他跑酷做的好不好，好，做的多好，非常好，那他就是高分，你不无论别的地方做的怎么样。那星空也是，他在你让你创造第二人生这方面啊，系统广度方面做的到底怎么样，能不能支撑的第二人生，能，做的好不好，好，但是有问题，那他也是一个高分，但是你可以合理的扣一些分，但也绝对不是七分的地步。就这些游戏都是属于这种，你要是用水桶评价来看，有一堆问题嘛。那静止边缘、催化剂、开放世界、罐头，是吧？能挑一堆毛病。初代静止边缘啊，什么那个，开枪战斗不够好，等等这些问题，当时各种挑毛病的，什么要 trial and error。但是你要看人核心传达，哎，你不能什么东西都这个样子。烹饪台放到里面，烹饪台已经放了，
这个小工坊挺温馨。哎，它这个地方啊，应该再来几个射灯，因为我发现它这个射灯很适合用来构造这种，就是构造这种展示区，正好你随着它的这个光柱，然后打下来，而且它这些东西会投下影子，所以就更又创造出了一层层次感在房间里面，特别好感觉。但是它这个射灯太少了，它这边就应该有个射灯，没有。不，我认为所有的游戏都是这样。我游戏作为文化和艺术品本身，所有的客观量化都是很肤浅的行为。所有的客观量化，所有对于任何的文化和艺术作品的客观量化都是肤浅的行为。艺术和文化作品的意义在于它的核心传达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品，因为大部分这些作品的创造啊，当然咱们这边也不钻牛角尖啊，我就归类于这些我们正儿八经平时在电子游戏讨论和批判中会提到的这一类电子游戏，因为电子游戏太大，电子游戏可以包括很多很多东西。我们这边说的是这么一个语境下的电子游戏，就是它的出现很多时候是为了让创作者表达一个东西的。像毕设他创造这个东西为了什么？为了表达，让玩家为了把玩家传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 BRPG 的理念在这里，那它的核心传达就在这里，无论别的无所谓。静止边缘想传达一个非常好的跑酷体验，那这个就是它的核心，别的无所谓，无论它是不是三 A 都是这样。就简单来说，就是任何的艺术作品，艺术和文化作品，对于它的一切的量化和客观性，都是一种对于它本身的，说的严重点，蔑视。就对于艺术和文化作品本身的最大的蔑视，就是试图把它去量化，因为它们的价值在于不可量化，还要把它们量化，那就本末倒置了，那就。说实话，家里用不着放这些东西。放，就这种什么注意海报、安全事项，这是家嘛？嗯，就比如说，谁会在家的卫生间上放两个那个灯牌？卫生间没有人。谁会在家里面贴？就是贴最记得充实。就。这个所以不要放这种，没有必要。显示器，我恨不得在每个房间都放一个那个墙面显示器，不知道为什么，很挺怪。哎，一开始能上皮肤的是哪些哪个护甲和头盔来着？背包？就是那个典藏版，不是高级版，预购的。那个叫什么？哎呀，我刚好身上有。什么声矿开采？哦，那我拿一个。就是像个气罐一样。声矿开，我之前回家把所有的那个就是我月球基地那些箱子里全拿来整理。声矿，声矿开采和声核的区别是啥呀？声核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声核好像就是个换色，还有个隧道开采。嗯，隧道开采，声矿开采。哇，卓越探险。声矿开采。哎呀，我都想穿白吧。头盔，声矿开采头盔。我打了个 4K 的宇航服贴，高级，确实高级。追踪者，就我为什么说量化六边形、统一水桶、菜市场评价是没有意义的？你们就想那种评价就知道，就哪种评价，就是这个游戏里挑出来一点。
然后说他怎么连那个游戏都不如啊。然后比如说一个人想攻击这个人的观点的话，他反过来说，那从那个游戏挑出来一点，然后从这个游戏挑出来一点，说这个游戏怎么连那个游戏都不如啊。这然后你可以把他们全都铺开，就每一点每一点互相照应，你会发现这是在评价一个文化和艺术作品该有的态度吗？就我们会把电影和电影比在一起啊、哦，你看这个电影的这个地方呢，和那个不如那个呢，那个不如这个呢，会这么比吗？这只有在菜市场比哪个西瓜更熟啊，哪个对吧？苹果更甜，哪有这种比法？文化和艺术作品又不是这种东西，所以就特别离谱，量化还有这种企图把它给怎么说呢？统一标准化的。很，哎呀，我在霓虹城有点想做龙城企业，龙城做一做，对了，又为什么我之前那么批评 FF 十六？咱们举个例子，为什么我那么批评 FF 十六？是因为 FF 十六它从宣发一上来一直。就是塑造一个，就是他的目的都不是塑造，就你玩那游戏能看得出来，他想塑造一个那个电影化叙事的流畅的一个新一代的 FF 的 RPG 体验，就电影化叙事，对吧？演出做得好不好？很好。那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战斗的时候，打那些这个叫什么来着？召唤兽的时候，那是达到了他的标准，没有什么可说。但是他的对话。他作为一个想要达到电影叙事高演出的一个 RPG， 他的站桩对话做得比完全不在乎演出的游戏都差，所以我才会批评 FF16， 就是因为他在他的核心利益上没做好，而且他作为一个线性游戏想讲一个这种荡气回肠跌宕起伏的游戏，他却在他的这个非开放世界的线性游戏流程里塞了一堆马桶，破坏了他的整体的这个电影叙事体验，所以我才批评的。批评他是因为他的核心理念和他的实行出了大问题，而不是因为这个游戏说哦，我挑出这个地方说的啊，他不如那个游戏，你看他不如那个，不是，绝对不是，我评价游戏绝对不是这么评价。一般我认为一个游戏不好，是因为两点，要么我会说啊，我自己不喜欢，比如说《装甲核心六》，就我说我不合适，不适合我；要么就是他的核心传达出问题，我才会。觉得他很有问题。就举个例子，如果星空做成什么样子，我会绝对开始批评这个游戏。他不让我生活。就举个例子，如果星空做成质量效应，就不是批评质量效应，而是说毕设一直以来传达的核心理念就是你要在异世界生活嘛。那如果他把这个游戏做成了质量像那种，就是没有昼夜循环，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生活，就纯的一个这个线性叙事的 ARPG， 我这款游戏我会不留任何情面的批评的，因为他没能做到 BRPG 的核心理念。即使我很喜欢质量效应，你说这游戏完全给我做个质量效应出来，我靠，就完全做一个质量效应四，但是。他们之前的宣发还有陶德自己的理念都是 BRPG， 然后给我做了一个《质量效应四》。如果那个游戏是 BioWare 做出来的，我直接，对吧？玩疯了，夸疯了。但如果他是做一款 BRPG 的理念做出来的那样的游戏，那他才是真正的他妈的失败。就这个意思，就还是要看游戏本身的理念传达是什么。你看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很有意思，就是同样的东西。就我刚才假设就是完全一样的东西放在不一样的理念下做出来，即使成品是一样的，一个实现了它的核心理念，一个没有实现的核心理念，即使你内容一模一样，没有实现核心理念的那个会是我批评的那个，而不是因为内容本身究竟和别的游戏比起来怎么样，不是因为这个。这个身况开采改不了皮肤，你确定是这个啊？那头盔可以改，不是背包可以改，但是那个、啊、就是背包嘛，它只有背包啊，它只啊，是只有背包。好，好小子。全套改的话，那就是群星的。好小子，这么抠啊！原来，就是妈的，我还以为有一套呢，这也太抠门了啊！离谱。
the fuck？ 行吗？只有一套，行吗？啊，不，只有一个。就比如说啊，或者咱们举个例子，就星空一模一样的游戏内容，然后你给另一家工作室，比如说 CDPR 擅长什么？擅长叙事演出嘛。然后 CDPR 做出来一个这么个游戏，你大家觉得我会不会批评这游戏？那肯定啊，因为你背离了你的核心理念。或者说如果 CDPR 一开始，或者说毕设，或者说谁一开始一上来宣传星空说我们要给玩家一个哎，丰富的演出，跌宕起伏的剧情，这么样的一个动作激烈的啊 RPG， 你说我会不会批评这游戏？但相反呢，如果说，比如说2077，他宣传的时候给我来什么，你可以在夜之城生，等一下，好像 CDPR 就是这么宣传。我的意思就是，那为什么大家会批评 CD 批评2077嘛？就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宣传不符。和大家预期不对，他一开始说你可以塑造你的夜之城传奇嘛，你记得他那个宣传片里吗？说你要的是什么，是豪车还是豪宅，然后给你放那个豪宅区的那个宣传片，就那一段他问在酒吧里问 V 的，结果你游戏里我游戏出版可是买不了房的，朋友们，他在宣传片里的时候一直给你塑造我们要生活在夜之城，可以买房买车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游戏里根本就没有，这才是问题。所以游戏评价归根结底还是这样，就是客观是不可能的，只是具体案例具体分析，看它核心利益达成了多少。那想放什么？主要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它这个头盔架没有挂在墙上的，如果有个挂在墙上那种就向下垂的头盔挂在那里的，嗯，没有。话说工作台上能放东西吗？我看上面可以啊，我之前不是看工作台上面会放一些材料的。那你玩家能放吗？不行啊，无法在此表面上放置物品，不能放。你可以自己放上去，但是丢一些材料的。对，你说那些媒体对吧，评价星空的，就我现在在干的这件事情很简单的，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嘛。生活是什么意思？就装点一个自己的小家，和队友在这里一边聊天对吧，平时不有很多那种队友对话吗，在自己的家里一边看着夜景一边聊天，他们会去做这件事情吗？但是换句话来说，在一个生活，在一个核心理念就是生活的虚拟世界里，游戏里你不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这个游戏的评价公平吗？就我玩模拟人生，我不模拟人生，我玩 BRPG 我不过我的虚拟人生，我只看主线，公平吗？那我如果玩2077我非要生活模拟呢，公平吗？也不公平。就我玩个老头环，我说啊不行，这游戏不行，你不让我在里面过我自己的人生，我操，你说你这公平吗？对吧？那你玩 BRPG 你不玩，不这么玩，那人家游戏就是这么，你可以说你不喜欢对吧，每个人有自己的口味，但不喜欢不代表就可以说哦，我无所谓，这个内容做的就是主线做的不行，然后我不在乎你的生活，你游戏就差，那这算什么事情啊，这太不公平了。我看大家之前老表扬老滚辐射的时候都是说，就是这是自己的第二人生，自己那些和就是没有任何放出去没有任何意义的日日夜夜，很多关于老滚辐射的评价解析文章都是在说这一点，就是那些你认为有意义的生活化的时候，是很多玩家第一次最喜欢上古卷轴和辐射的时候，就是这种时候。我不知道这种玩法会变得越来越小众还是怎么样，但目前看来应该是的。
我们把这个叫什么地图放在这个地方，后面放了个高速数据电缆。这个数据电缆是不是它是这个游戏说那个 USB-Z 啊？不是没有可能，反正比苹果的 iPhone 在 iPhone 上挤的 USB 3快， USB C 快。椅子，我就说少个什么东西。会放。办公椅挑哪种好？有些办公椅结构太过复杂，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比如说这个看着像个什么牙医椅，甚至这椅子不是很放松。我觉得还是刚才那把墨绿色的比较好。我不想在这个家弄这种太古典，就是个墨绿色。墨绿色的看起来比较正常。哦，正好这个底下的地毯也是墨绿色的。那我打算把地毯伸进去一点，我把这个往外面拉一些。但是也有一点是毕设和以前变化挺大的，就是他的游戏。一开始正儿八经的 CRPG 嘛，一开始正儿八经的 CRPG， 后来变成了现在的 BRPG。BRPG， 如果大家对这个称义有争议的话，那我就说的更长一点。沙盒生活模拟 RPG， 沙盒生活模拟 RPG 有哪些是它的同类呢？天国拯救 ，Kenshi， 它现在是这一派游戏。它是这一派游戏的那个所谓的三 A 制作，也不是以前就变化很大。杯赛现在 RPG 的方向和以前完全不是一路的，现在就是生活模拟过日子，然后同时又有宏大的叙事和任务，就这种。一边你可以像模拟人生一样玩，一边你也可以像传统的 RPG 一样哇，巨量的对话、角色，对吧？抉择、任务线都有，就这种游戏。地毯的话就是走上去有点就比较舒服，有的时候我在卧室里，就是现实卧室里也买了个地毯，就是因为比较舒服，也不穿鞋踩。其实最好还是就房间内都是地毯。那是我以前那个公寓房间内就是地毯，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学生公寓就是地毯。咱们现在可以做这种奢华沙发。这次房品够了。就两个。就两个。哎、还是还够了呢。周末不是说有。大周末不是有人说什么阿基米德星有。不是什么薛定谔，薛定谔。薛定谔吗？对，薛定谔。走的地方。薛定谔有胡服产奢侈房品。嗯，胡服。对，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既然有很多无缝的游戏也很多，对吧？演出好的游戏也很多，然后背景很大，但是实际你能去的几个地方的游戏也很多。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说我应该隔一段时间换一些口味。比如说，一边像《质量效应》里面，城市非常大。城市看起来很大，叙事很大，比如说一个星球，一个那个阵营的首都是整个星球的那个城市，就星球表面就是阿沙利人首都，比如说地球包括绵延，你看着我就很好，故事架构非常好，但是你只去得了一小块地方，别的全都是背景。那有这种游戏的话，是否就应该这世界上也理应有另一派游戏，就是它规模是小，是村口械斗，但是他每一个看到的地方都能去，也应该有这种游戏吧？我觉得两边都应该有，还有一些应该是处于之间的游戏，就比如说，
2077 GTA 这种城市规模挺大，但没有那么大，但是你大部分的街道你都能去，这个就属于中间。那这三种游戏就应该都有，就光从这个场景设计理念来说，包括那别的就更不用说，就既然有这种，那就应该有那种，两种都应该有，我可以选择我喜欢哪种，但是怎么说，类型和理念越丰富多彩，玩家肯定才是越幸福的，因为无论如何你都有你喜欢的。 Last night was...现在是 shit， 我怎么睡到晚上了？发生了什么？刚才有点离谱。你刚刚不就是晚上吗？怎么还是晚？哎，怎么回事啊？The fuck！之前经常调侃，都不是调侃，你知道毕设不是喜欢砍东西吗？对吧？嗯，砍什么东西能让我瞬间变成遗老，开始批判贝塞斯达？你要把建造给我砍，你要是把实体物品给我砍，我当场就变成遗老，啊，当场就开始批判，变转身就是避黑，好吧，以后。比如说万一啊，咱们我也不知道，老滚六你要是不让我捡东西了，不让我摆东西了，不让我，甚至你连如果连炉火都没有，我当场闭黑啊，我不管他做出来什么东西，所以你可别瞎砍啊，建议不要乱动。对，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因为他那个演示里就没有演示捡垃圾，然后他那个库存里没有垃圾，你记得吧？我当时特别的害怕，就当时最大的担心就是啊，不会把物品拾取，我不会把物品互动砍了吧？我靠，当时就这个最担心，别的我都他妈不担心，说实话。太空里面的这个程序生成空，这些都是预料之中的问题，我都，但这个当时我最担心的这个还好，我操，还好。你说如果这个他真的当时取消掉的话，那我现在会和大家一样。他那个给录出来，对，他当时没有，他当时我操，吓死我了，他要是把这个砍了，我现在就是在天天批判星空，我现在，因为这个机制成就了我多少的角色扮演佳话。你要想想，他要是不允许我拖动物品，我月球上的那个无名之墓的故事没了吧。哎，对吧，那么精彩的一个自己的 IP 没了，现在不仅让你捡垃圾还让你摆了，对，这东西对我很重要。我在新亚底下那个给那个就沙拉那一句话说，我们应该路过那个殖民地战纪念碑，去那个去怎么说呢，叫啥来着，悼念或者说纪念一下，然后我就新亚城外采了朵花，我走到纪念碑面前，我把那花放下，是吧？这些故事，这种事情，不都是必须要把我东西能拿起来才能做的，否则他不成立啊！他就这些细节对于什么东西有用？对于生活有用。那对于哪些玩家没用？对于不想在游戏里生活的玩家没用。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是让你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干你想干的事。就是干就像我们平时一样，生活里很多打引号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些没有意义的瞬间构成的是你的生活。我记得以前有谁说过一句话，就是在别人看来没有意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享受一件别人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那它就是你生活最大的意义。我记得我不知道在哪听过这句话，
就你把这句话放到这游戏里一样，别人看啊，你在那里，在那殖民地纪念碑前放朵花有什么用啊？就莎拉有一句对话让你说我们去，对吧？这个去一次，你放朵花有什么用吗？有奖励吗？有任务吗？有 NPC 额外的对话吗？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你为什么要放啊？如果你自己享受这件事，然后别人还能问出这种问题的话，那我想你就应该知道这游戏对你来说你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这件事情很抽象，但是我只能这么说，就让你真正意识到你能在这个游戏里生活的那一瞬间，就是你享受一件事别人说没有意义，在这个时候就是你，就是那一下。咱们这地方还缺个棋盘，是吧？我今天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 Facebook 的，有一个人说在这个游戏里买房有什么意义，然后下面有个人说玩这个游戏有什么意义，下面有个人回复说过这一辈子有什么意义。靠，当场哲学了，开始当场哲学了，直接What's the point of having a home in the game? 下面一个人 What's the point of playing the game? And what's the point of living this life? 人类存在的意义。完了，这下真要上升到宇宙真相了吧，是吧？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不就是星空吗？啊，那不就是星空吗？我操！点题了。我们是 children of the sky，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元素都来自于星空之中。那我们最终的问题，最终的答案，也在星空之中。那么再问一遍 ，What's the point of playing this game？ 然后你又说，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人类的意义是什么？然后那我们要探寻真相是我们的意义。那我们意义在哪？在星空之中。那星空有什么意义？那完了，这下完蛋。现在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在于，您的家具太少，特别是从76过来，你想想，玩76的玩家哪个不是有？对吧，经过那些家具的洗礼，你再看星空的家具数量确实不太够啊。其实看着不够，但是它每个的变体很多，其实所以还是不够。就是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种类不你看这个，就是有很多其实应该很好做的，比如说它这个地毯，它不是有一个小的这个白黑灰金的这个几何地毯，然后它有个大的圆的，但是它没有大的方的，为什么？你不应该有个小的方的、小的圆的、大的方的、大的圆的吗？为什么会有个小的方的、大的圆的？啊，这设计师不想想这个问题吗？你这个选项难道尺寸选项难道尺寸选项不应该影响它的形状才对啊？嗯，小的方的、大的圆的，那大的方的、小的圆的去哪了？啊，我不理解啊。我想要一个大的方的，我没有。哦，对，可以控制台条。那这游戏就更应该内置一个，就是直接就是你能调整家具大小的滑块了，不是吗？是。起码对于地毯这种东西来。我看别人用控制台店家，就是放个模块，就放个我们见不了的模块在这，然后再通过控制台来挪位置啊，挪大小、旋转，特别麻烦，但是有用。他真的应该内置。哎，老滚 OL 有没有调大小来着？有吗？我记得没有。那是哪个游戏能调大小家具？我怎么感觉有一个？感觉我记得好像，哎呦，我也不知道。为 Minecraft？ 不是 Minecraft 哪的？那是方块，那哪来的大小？是 Mod。我记得有一个，但我完全想不起来。能调建筑大小的。
我也有印象，记得具体。记得我还夸过，说这设计特别好。忘了。哇。他的餐椅没有特别现代的，他的餐椅要么就是办公椅，要么就是比较简陋的椅子，要么就是老式的椅子。餐桌的话，我想要一些比较现代、比较豪华的餐椅，他没有。我觉得那我们也只能用这个。我觉得讨论一个游戏系统有没有意义要分两种语境，就有一种语境下它是成立的，比如说你在批评一个游戏的设计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简单的说，比如说这个设计很糟没有意义这么搞，这没问题。但你正是这种就意义论最不 make sense 最没有道理的时候，是用来攻击别的玩家的玩法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在建房子，有人过来说啊，建房子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时候是他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时候，就，嗯，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对一个闭设玩家，正对一个闭设玩家，特别是闭设玩家，包括沙盒游戏玩家也是，包括 Minecraft 玩家，你如果跑过来，人家正在开心的玩一个东西，你对他说这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反倒这是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会被有些人认为没有意义，但是他乐于这个事情。他知道对于很多就是对于功利性的目的来说这没有意义，但他享受的偏偏是这个所谓的对功利性没有意义的事。如果你这么说，反而那他会觉得，哦，你也认可这个游戏的这个优点，就是你能做这些事情。当然每个人都有那个喜好，不喜欢建造很正常。闭设游戏除了建造也有很多别的你能体验生活感的瞬间，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个人而言，我最喜欢的之一的地方就在于在这个 RPG 里面我能建房子。但是抛开这一点，你看滚五对吧，没什么建造，滚五没 DLC 都没什么建造，但你一样有很多生活感在里面，这个是肯定。但它理念就在这里，就是建造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成熟的加强这个归属感的一种游戏玩法，所以他大规模引入这个东西，然后有很多玩家就会很喜欢。冷藏箱，你觉得做龙神工艺龙神企业的任务带哪个队友？斯特劳能带吗？不能，不能。带哪个队友好？斯特劳，对呀。带龙神安德烈亚潜行啊。安德烈亚。他喜欢潜行。那龙神要不要潜？龙神全是潜行，别人都说了，这个龙神就是潜行任务，基本这整个线就给潜行设计的，可以这么说。要不我还是等会还到点了一级神再去吧，到点。点也哦，不带好一点，因为是潜行。哦，对哦，那不行，那现在还是要带，不然的话没人插话。那倒是，安德利亚影响潜行没那么严重，还好，比起码比别的同伴好，比别的同伴稍微那是带安德利亚，我先再升一级。灵鼠我也不知道在哪买，我当时想了很久要凑马铃薯，最后实在凑不起了，拜拜。就不给种，不能种土豆。是，咱们这个小家，我之前晚上播的时候有一些镜头，可能大家没看到。就是这个家最美的时候，夕阳的时候。看我拍了多少照片，我靠！鬼
月球。这个大家看看这一张，这一张就是那种我玩星空最喜欢的时候，就是岁月静好，然后你和你同伴、战友、爱人一起享受一个日落时期的时候，就这个，就这幅画面，这种时候。我等着有朝一日把这个地方完全打造好，就是完全那个打造的非常温馨啊，家居杂物，然后温馨小窝，然后我们真正的在这里再看一次这样的日落。我还给这个阳台准备了望远镜，一个长筒的，一个短筒的。我这边还要做 barbecue， 我们现在来扔几个那个肉排放在那里。两边都要做 barbecue。看看 barbecue 是哪几个？这些肉都可以放。午夜乐食是一个，这种包装肉，啊，这个好，这个合成小牛肉看着巨好吃，我靠。这个是新亚的套房。合成汉堡，火腿，无肉不欢啊！我操。牛排，这个牛排最好，金色包装还是？对。可惜都是合成的，妈的。想找个纯肉真不容易，看得像真的就行。想找个正儿八经的纯肉真他妈不容易。奶酪，柠檬，烤肉还是要柠檬的，撒一点柠檬。洋葱，哎，烤肉肯定要洋葱啊。生菜，做汉堡要生菜，番茄肯定也要。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千万不要在主线有一个主线的名字叫做高昂的代价，千万不要在做那个任务之前装修这个家，提醒一下，直到你做完一个叫做高昂的代价的任务之后再去装修这个地方。黄油肯定要，马铃薯。哎呦，我靠，这东西总是，因为他那个任务会重置新亚里的一切建筑。如果你建了的话，东西就没了；如果你放在这里东西的话，东西就没了。所以。友情提醒，这是这个游戏现在最严重的 bug 之一，所以千万别，如果你见了的话把所有东西都拆掉拿回来，否则这要出事的。倒是对主线，高昂的代价主线。酸奶，冰柠茶，米，哎，这边有米，哎，就一袋那个包装米。那我倒是要做那个，做一个小场景去试，就是这个里面那个开放式厨房，我放砧板，放鱼肉，放米，就是做寿司的意思。然后旁边可以放一些那种白面包，面包肯定要。barbecue 西瓜就不用 ，barbecue 谁烤西瓜呀？芹菜也没用吧，也没人 barbecue 烤芹菜吧。胡萝卜肯定要。脆皮外星肉块，肉酱意面，美味冠军三明治。哎呦，看着上好的食材。然后我要拿一些，砧板，垃圾太多了，找砧板找起来非常的累。其实，砧板在哪里？救命！
粘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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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板。有没有什么时候有声控寻找啊？就你说一下粘板，然后他就啪跳到那里。否则这个光靠这个找累死我了。不过输入名字还差不多。粘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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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不是中文有点麻烦。粘粘粘粘粘板在这里找的。你要那个重量盘，那比较重。那我也不知道它两个粘板重量还不一样，它放在一起反而我能一起拿。好。救地球那个，我本来想给他找土豆的，后来我放弃了，我说服了。这个。哎，他那太难找，园艺蝉刚好也是，不去给他找。你看那园艺蝉往这里一放，我操，太好！不要踩我的吃的，安德烈亚，这也是你的吃的，好吧？不要乱动。你踩了哪个？你等会就吃哪个。哎，不要再踩，你踩了我的土豆。再踩，再踩不给你吃了。不对，不给他吃，我不就要吃了吗？可给你，那给你，给你。不懂。月。哎，看咱们这放这个好吃的。这一代啊，他那无论他建造模式有哪些，比如说有些细节什么旋转啊，比如说这个没有楼梯这些东西，我批评一万遍，我都每一次都要夸一下这个百拉吉系统。这他妈的就是这个是革命性进步好吗？革命性，真的是革命性啊！垃圾一摆，飞的到处都是，再一去不复返了，再也不用担心垃圾乱飞了。我靠，我直接，乐不死，不是这伤极乐世界了，对我来说算是，太开心了这个。哎，辐射四百万天，回家，队友卡一下，然后我一柜子的盒子可乐都飞了，你知道那一瞬间我想干嘛吗？我他妈的杀人的心都有了呀！那现在多好啊，现在多么容易，多么轻松。这一代唯一有一个地方不好，就是如果滚六有这个系统的话进步，就是东西不能叠，这点不好。哦，东西不能叠有点不爽，应该能叠才对，为什么不能叠？比如说这东西你如果要放到砧板上，你就要自己放，但是我不敢自己放，我怕自己放阳台上，安德烈亚往这里一走，然后直接给我啪把我的什么肉踹到直接从这几十层楼上面踹下去了。安德烈亚你自己路过的时候也会把它踹下去。这太那个了，所以还是有一些地方还是能继续改进的，再接再厉。电了吗？哦，叮咛，奶酪非常大，黄油非常小，啊，有，这样，这游戏里是这样。绕口令。Butter。对，辐射四有 mod， 对 ，mod 是有。mod 的功能就像现在这个，就星空这个一样。但是那个 mod 要更麻烦，那个 mod 要这样，你要制造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在库存里首先。
好吧，好像没有区别。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mod 是，比如说，它没有那么自然。为什么我说没有那么自然？你看，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好以后，虽然它没有碰撞，但是我们都能随便捡起任何东西，就像任何的怎么说呢？就像整个世界里任何别的物件一样，你都能走过去，哎，都可以有个拾取提示，这样就让你感觉这个东西真的存在于，就和那些毕设自己放的东西一样。但是那个 mod 的话就会把它变成静态，就是你必须进入工坊模式把它拆掉才能再获得这个东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哎，我一走就能看，没有这么自然，就是。但是当时那是辐射4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它这个碰撞体积还是没有那么细，有的时候你明明能放但不让你放，但是总比没有好。Hamburger， 什么叫 barbecue？ 这就叫 barbecue。洋葱，这个烤架不能用吧？烤架只是装饰，应该。没有电，有点糟糕。番茄，这圆滚滚的番茄，我操，食欲大增。其实那些火鸡肉看着有点没那么的有胃口，因为那些肉的样子有点太合成，看上去。尽可能放的自然一点。这什么柠檬？合成火腿，但快餐看着应该没有汉堡好吃吧？哎，就现实世界里，看到火腿香肠，又想到香肠，香啥？香香肠菇，这也能想到。有些火腿，然后我就脑海突然蹦出香肠了。那太魔性了，我去！真的有点太搞。为什么这是什么？番茄多多，德国，我德国香肠是真好吃啊！但是，德国香肠真好吃。我第一次吃德国香肠是在上海世博会的德国馆，哇，那一盘香肠，酸菜，嗯。哎，香肠酸菜。猪肘，怎么感觉德国菜和中餐有点像？肘子，他们也吃肘子，也吃酸菜。哼，哎，胡萝卜。
不过德国猪手是那种他们喜欢炸的，好像是就外面是那种炸炸酥的，我们的是炖那种，但是都好吃，我靠，都好吃。每次有什么美食节之类的，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最想吃的东西，就平时很难吃得到，餐厅没有附近，就是德国炸猪手。这个胡萝卜怎么这么难放？又开始饿。对一名 NPC 使用徒手攻击，有20%的几率会将其击晕。看看我们这个，哎，这萝卜怎么浮在空中啊？搞了半天，这可不行啊 ！Come on， 开玩笑吗？碰撞体积有点太严格了吧，阿 B？ 嗯。阿 B 搞这么严格干嘛？至于吗？阿 B 太严格了，我靠！哎呀，真不想搞这个情机了。自动存档，这地方越来越好。哎哎哎！操、嗯！哎，停！我操！哥，你怎么掉了？哎 ，no， 跳不上去。哎，算了，我下去吧。靠 ！fuck， 一层一层跳嘛。不行，喷气云炮不，这地方重力没那么低。哎呀，不还有一层？好家伙！上一个助阵你的人是不是也是在摆跳楼了？跳要不是有喷气背包，我就死外头。安德雷亚刚才目睹着我从阳台一跃而下，现在没事儿，别担心，明天 SNN 就 SSNN 就报道报道这个昨天有人在水星大厦顶层套房企图跳楼自杀。I do not wish to judge, but I doubt you truly need to be carrying all of that. 展示架。啊、这门口是不能放任何东西。算了，不放在上面，放桌上。嗯，哎，又升级。哦，这东西居然不能，这东西是 这东西是站着的。这个有点。东西。那我如果把它展示呢？展示在哪里？点个记录。一共有多少个水晶球啊？我看一下我的统计啊，在哪里看？我现在拿的收集到的是9个，不知道你那边。
阿萨那里有一种，但是它一种有好几个。我有八个，一共有多少个？那就是九种，除非还有别的书，我也不知道。这也是十来种。这东西居然不能展示，我靠！这个徽章，它不能展示，也不能放，它是竖着的，它穿模，不能放在任何地。你只能手动放这个东西。我要点护盾。Deputy。合成小牛肉，点早护盾。这个要不不放在，因为它这边没有地方，这个研究台，人心组织，这个人体模型有上限，只能装六。我要到时候去打磨，把这个上限给解除。他头盔没有皮肤吗？就只有群星呢？没有。那我群星宇航服没了怎么办？用控制台了。那他 ID 是啥呢？能不能看一下？我没带，我等我回去再给你。Player， 点 Add Item， 看我。啊，空格。Player 点 Add Item， 然后在空格输代码。这个是太空了，背包，叠个图，忘了，东北，点，我真是谢谢你了，贝塞斯达。他那个 bug 修没修？还好他现在修了，修了是，就会收回非常库存里了，是吧？应该，是吧？我都不敢用了，自从上次出这事情以后。主要我现在这个飞船没有装那个星星的东西，我有军械库，我不敢用，给我搞的，我的。把那些放上去展示的那些，我都截个图，把那个 ID 留，就没了。然后回月球忘了。家具。架子，没有点，还是换成那种啊？没修啊，这个。
这是否离谱？确实很离谱。你拿的是？为什么不用我给他的枪呀？弹？头盔展示。气箱。真是高看杯赛了捏。是我摔爆。等等，这边应该放那个头盔啊，那个坏掉的那个我还有，这破裂的头盔，那个最有纪念价值之一，也就只有那个头盔戴上后它是有那个面罩的那个效果。好，这武器箱放反我。在这上面正好穿墙，我正好不想让它前面这个东西出去，就正好穿到墙里，就好像它没有那个盖子一样。这倒也挺好看，我的那个盖子太挡地方。我拿一个切割器，因为我想就展示那个皮肤。那我还需要二分点一把，只是为了展示皮肤。老火星皮，伤好大，换了半。可惜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什么大武器箱往上开，我放在高柜上根本看不见。根本看不根本看不见，好家伙，这放了有什么用？啊，有点尴尬。那还不如关上了。美丽呀、啊。怎么又开始？这个 NPC 怎么回事？惊讶招了这个带名字的队友，他是会消耗子弹。啊？我给他子弹，他把他用，给他一滴子弹，他用不掉。惊讶那个，你指的是叫什么名字？叫这个迪恩，吉迪恩，艾克。都不记得这。在他酒吧。在那个就是那个你说那个任务的那个酒吧里面，奇怪，一个小平头，他居然会消耗子弹。这样子两边补，没问题。
说他怎么打了打了总是上去锤人呢？这太……需要个小飞镖的小车，实用拖车。二十。对接口根本没对准。这小工坊可太有感觉了，密密麻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咔，这紫色，刚夸完 ，motherfucker。看，它怎么有一个侧面的对接，侧面可以延长那个对，没有。把它穿，站了。我需要找那个，那个，那个飞镖。飞镖，飞镖分很多种颜色的，这个有点难。黄色，它那个字是分开的，找飞镖的话就有点麻烦。哎，我去，那你按那个 ID 来找 ，ID 也不是一个吧？那他们找着一起。看看，一起。玩具抱抱龙，玩具航天飞机，哦，龙，纸巾，纸巾，飞镖，飞镖，不是，啊，确实在一起，黄红色，黄色，啊，对。一套旗是六对六是吧？一套旗是几对几来？哦，
不知道，六个加六个，我也接着。I would prefer that we both remain light on our feet. 雍晨，来做一下剑。衣服。这人也有。之前是一直带安德利亚，换个人。安德利亚我老，你带也不带。你为什么不带你沙拉呢？来，走。你为什么不带你沙拉呢？你沙拉不是你老婆？对，我现在就是想带沙拉，现在就是不想带。你快带你沙拉，别动我安德利亚。我两个都要带。还两个都要，人第二天跟你分手。你沙拉没有意见。沙拉没有意见。那是敢怒不敢言，仗着你是船长而已。你利用职务关系对下属进行威逼利诱，该当何罪？我哪有？哎，你走错了，没走错。哎，等等，我身上有违禁品，抓起来。哦，我放船，放飞船，抓起来。那个 GDN 我估计以后就不会带他，因为他会消耗子弹。消耗子弹确实有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消耗，其他队友都不会，其他那个非群星队友都不会消耗。餐巾纸，我拿那个啥。把游骑兵的飞船运走饰品啊，是不是不太好？哦，看谁能收得下我这10000多个。他现在有个问题，你现在看着很好看是吧？你等他开始下沉以后再看。那么这 bug 怎么办啊？那你下一次回来他就下沉了，他会下沉到一定一个地方他就不会动了，但是你就会发现你家的所有东西都一半在那个，该死，在桌子底下。看一下，真的行。杰米森星，喂，幻夜联盟，哦，推到那，记得给每个船都装上，不要像我一样就只给一个船，亏死。而且不止装一个，装三个，装三个可以，哎，我的后悔。什么三个？你装多了以后，它有额外的加成。你这装多了，比如说你装三个电磁护盾，你就能无视那个伤害，就彻底免疫了。啊？这样的吗？是他妈的！哎，我没有，因为那个东西就另外一个瞄准的那个，它只能装一个，我没想到这个电磁护盾那个可以装几个。护盾，你着急？哦，
就想知道他代码是，我还能添加到。如果知道他代码，我可以添加到那个。早知如此，何必打？这两种地雷。咦，这个火炮，温馨小小工坊。啊，添加不了。那没啊哦，那没办法了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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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添加不了。卖走饰品，换个二分点。二分点。二分点。Is there some compulsion that leads you to do this? 不要再骂了。骂你。无敌。云心皮肤，哎呀，还有一个人去卖的。哎，干嘛去？三千伏 LZR。哎呀，这地方真好看。这个工坊我打造的比较满意。对。但还没完，还有很多别的工作要做。我。穿进去。
它这个黑色这种板三角形六角形的武器架挺好看。嗯，这我们沿着这个放一点。对，这样会不会太密？带什么呢？手枪我都展示在这里，这个 XM23 每一种都展示一个侧心，剃刀展示过、哎、响尾蛇没有展示。挺喜欢 XM23 没什么好，我突然开打了。冰心之光好丑、啊、没有开打。旧手枪和那个伯爵的是一把枪吗？能不能弹？蓝色的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是什么。蓝色的，哦，就是一个防卫机器人，它会射激光。对，它最弱的防卫机器人是这意思。对，最弱的那，但是很好，我会留一个。机械狗的那个挺错的，它那个还有个徽章是个狗。那个好看，个机械狗那个确实好。加强枪管。枪口，这个枪加枪口反而不好看，有的枪要看，不一定加了什么东西就好看。这个应该没空挂上去。这是什么？老 A 的随身武器。所以老 A 是谁？好问题。嗯。啊，老 A 随身。不是一把，这两把比较像而已。拖行者，那我删一个吧，他们分得开一点。可惜这边没有一个射灯，也不能自己加射灯，这是有点可惜。它这个灯具是真的。安德烈亚，上床。啊？睡觉。
是的，要是能放卫生机器人就好。不是，为什么又睡到晚上了？不对劲啊！我操，怎么回事啊？这是？到底睡了几个？不是，我睡的是本地时间，为什么会这样？我不太理解，什么情况？为什么睡不到早上 ？What the fuck？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次出过这个问题，就是怎么睡都睡不到早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太离谱。奇怪，因为昨晚劳累过度，一下子睡过头。What the fuck？ 从晚上睡到晚上，也太……太空蛙，换了太空。这个小房间我一开始以为会放不下所有的工作台，没想到正正好好，完美啊，完美。不知道是遇着你还是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地方的第一眼我就感觉哦，这个地方是应该放那个工作间嘛，放工作间，对对对，或者去装个客房用。谁要客房？云星组织背包，算这背包还是放船上去，算了，还放这儿。咖啡，然后来个那个白板，白板，这小小工作间，真的这边就缺一个灯，那边那个武器是被真的 feature 了，但这边没有，这边都没有灯照着，有点难受。你自己放的灯它又不会亮，好像我记得。灯是真的，就这灯是什么意思啊？就那么多灯，就是那么多灯，对啊，随便。我都没看懂这个灯是什么意思，我靠！他不会到时候要出一个什么灯具包，那种灯才是真的。这。武器，我看到有人抱了一把绝境放射性日式短刀，放射性。笑疯了，这放射性纯正日式攻击，太低，原产吧，原产地不是哪，太狠了这个。他这个突击步枪不能改枪托，简直是离了大谱，靠，丑死了，丑飞了，不能改枪。点50口径。
小小工作间。这个比我预想的效果还要好，这个地方建。不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真正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利用它的灯光，这是我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学到的一个就设计方法，利用它的这个锥形灯光去打造一些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可惜它这个灯光不能自定义，否则就更好。我们自己能换灯，那就。对，它这个射灯很适合做，一进来就能看到亮点是什么。应该。昨天我才看你这个格伦戴尔子弹1000发，你现在又拿了9000发。我哪来的9000发呀？哎。停，不是，我今天早上打的时候也只有1000发呀。你怎么？啊？难不成是我在月球基地存了8000发？为什么这子弹没有重量？为什么会存8000发在月球基地啊？我操！我可能点错了。我今天唯一做的事就是我去月球基地把箱子里所有东西都拿来。哦，只显示前4位。哈，也就是说一直我都有10000。妈。这游戏真的，因为我关了右下角，只显示，哎呦我操，这个真的很吓人，这个真的吓人。昨天还问你怎么你才1000，这什么事儿？能用的这么多？但这个地方还没有结束呢，因为众所周知，我们需要给它来加一些细节。细节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旨，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要有音箱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改武器的时候啊，在这个工作间工作的时候能一边听播客听音乐，对吧？然后你这地方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一个工具，可能就放几个螺丝刀，需要一个咖啡杯肯定要放啊，这个卡尺、卷尺这些东西肯定要有。原型设备都来一个，咖啡杯我选一个吧。 Monday House for Room Spy， 这个我要给那个我设计成给那个安德烈亚的咖啡杯。I was good。UC Content 咖啡，这个好看，我喜欢这个。我的咖啡杯应该是这。UC 这个也不错。Liquid Happiness。夹具。扳手托盘。这个木质托盘很适合做那种寿司容器，我看。
剑夹，揣子。飞船可以，但是你要卡个哨站进去。哎，对，我有个问题，如果我卡了个哨站进飞船，然后我用哨站的模式去摆杂物，那我改船以后会发生什么？别说这个了，我就说正常就是摆装哨站的东西改完，我都不知道会什么。啊？哦，改船也没了。正常的应该是没吧。我没搞过，那就是船必须定型，不能再动，这个有点烦人。万一以后出 DLC，你又支架装，那你之前又、啊、这个真的太那个了。船里就我觉得，我不会认真搞船里。不搞船，船里就用它军械库那些东西模块一下顶，自己。军械库每次改完也是。主要是它对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万一想改个颜色，哇，夸美啊。水壶，水平仪来一个，管钱，你的飞船模块，比如说起居舱，它前后翻转一下也，因为有时候会顶掉一些不想顶，翻转。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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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它子弹环的那个价格的那个 bug 好像是因为中文字体，那个子弹这个英文版有这 bug 吗？文版我不知道，这边也做一个小凳子，可以往这角落里一坐，就可以看整个房间。安德烈亚干嘛呢？安德烈亚，你倒是干活呀。他好像过去想做点什么，但是他又不动。我靠，主角已经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哈哈，怎么回事？睡觉呀。马桶揣子先来，这个是必须要有。这是寿司盘，到时候盛寿司用。气泡水平仪，哈，希望有。这东西看上去是放上去，但实际上并没有。鉴定为不行。而这上面可以放东西，只是有些不能放。水气泡水平仪就可以放在这上。还有杂物零件那些，建造的那些。哎，我操，这是啥？不行，我们要讲究颜色。这本子是蓝色的，不能放在这里。这个里面最好是多放点那个黄色的东西，因为整体大部分的色调是黄色。你看箱子是，然后这些东西上大部分都有黄色，再加上这个房间是木色的，如果你放一个蓝色，我觉得过于突兀了。绿色也绝对不能放在这个房间，要么红色，对，有红色调的，要么黄色。
所以这两个杯子搭配起来应该就比较合适。而且你想，这些房子以后可是要常来的，就算你把本体玩完以后，等以后但凡有任何的剧情 mod 或者 DLC， 那都是要回家的，到时候就回到这个家，然后继续开始。就是永远的在这个世界里的家，只要你做完以后一直会回来。谁、啊、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样？不会有什么别的乱七八糟，不乱七八糟任务把那个家应该不他敢。嗯，跟你说他要是敢我就骂，我就喷死贝塞斯了。他是再敢以后 DLC 给我搞一个 bug 把这个又给我刷了，我直接回到解。他敢，他给他雄心豹子胆他也不敢。为什么放不上去？宇文漂浮，你又来那个问题。哎，漂浮你我这他 Motherfucker， 你和这桌子有仇是吧？你就干腰又开始。香蕉了，八尺。武器箱没有聚合物了，我的聚合物呢？P 三，给我拿点聚合物了。赵孝同志，我聚合物呢？给你丢了聚合物。我手套呢？快喷点！该死，我下楼买聚合物去了，我没有聚合物了。任务板放在哪里呢？我现在想这家里肯定要有任务。哦，这不是有个，他有个小书房在这旁边，这不正好吗？就这儿。任务板，对吧？这个地方不应该这个地方完美，这个地方完美。Perfection， 这就叫 perfection。
没有，这个桌子其实你要是算好一点，它可以重叠的，可以重叠一点。就反正我试了几个那个 bat 文件，就是说允许物品都不起效果。哎，这键盘可以？不行，香蕉，妈的，香蕉。接着再过去。我记得以前叫重叠，现在不叫重叠，叫香蕉。不准，桌子不能再往右边。香蕉。是谁歪了？是桌子歪了，是桌子歪了。中间。书房，到时候在这架子上放些什么，我需要思考一下。Darling。这边这个放的是不是有点重了功能？那边是书房的话，那我这个地图不应该放这里去吗？就这个书房应该负责闲暇作用，然后这一个应该是工作用，所以这阿基拉这地图应该放在这里。还有这种数据管什么的。超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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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重？笔记，
看看有哪些东西可以当做场景叙事。嗯，啊，首先重复的杂志可以拿出来摆一摆吧，我觉得。Any situation, but there are. 为什么这？这杂志不能分开拿，一次只能拿全。嗯，等会啊。仓储清单。太空劫匪通讯。这些都什么的？巴雷特个人数据版11个。瓦鲁狂徒命令。矿业勘探矿工数据版秘密哨站维修报告联职专家的数据版哦，可以丢的时候可以，只是拿的时候那无所谓。哎，这个好，杂志它不会竖过来，还担心呢，就是不像书一样，书是竖过来的，杂志不是，杂志就是横的，完美，这样就好。Brunt， 这个就看，比如说这个武器的书，我就放到那个我那个工坊里面去，武器工作台旁边。它可以放到武器工作台上面。我靠，这也太完美了吧！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事情 ，Holy shit！ 那太好了，这个不对，那个这个应该放在武器工作台上，那个是什么来着？这什么东西啊？这个可以放到护甲工作台上，宇航服工作台。我靠！哎呦，这个好。现在可以做更复杂的那个场景了。这个是武器。你，他是不是这次没有书架了？对，没有书架。离谱。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突然开的卡？Combat attack， 也好。架子，Peak performance， 最佳性能，所罗门的历险 ，Captain's log issue。我现在重复的不多，我看了一下，我重复的就这么几个，就这几个是重复的，别的都只拿过一次。你旁边的两个，因为他经常刷在这个地方。他每次地堡刷的都是这两个。哦，我那个也是。这种冒险故事应该放在那个床头，叫床头读物，这就是。Solomon Cole， 哇，这可太好了，这小叙事。书跟书能不能叠起来？不能，书不能叠，就不能叠，这是个问题。就是叠一堆书。Captain's log， 这上面放个船长日志哇，太有感觉了。嗯。Captain's log。这些就相当于是我们截获的通讯，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就存在这个数据展示板里。太空劫匪通讯，瓦鲁狂徒命令，黄道佣兵公报。有个好的用处。
Punk。哎呦，这个确实好看，这居然能放，我看看，那我也拿一把。墓碑吧，我喜欢墓碑。哎，这个被挡住了，先把这个。哇、哦、好看好看，不看这个太好看了。我看哇，对了，我需要那个美味冠军肉汁奶酪薯条三个。我点烹饪了，开始，我要点烹饪，我要自己做饭，我要过日子，我要角色扮演，我不能不会做饭了，靠，我现在就天天靠到外面吃啊，就每次说该吃饭就带着安德雷亚去餐厅，但是我自己要会做点，就自己就会做那些东西，就没有就不行，要做点高级东西才有意思，靠，天天做那几样三明治，所以我现在开始学烹饪。反正我一直在收集那些原材料，到时候点烹饪就可以。我就不信我见不到太阳，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连着睡了，我怎么见不到太阳呢？他是不是卡 bug 了？就是他是按照什么世界时给我算了？我怀疑，怎么回事啊？你睡一下看看他那个就是日子过了多少。狙击枪带看上去又没有问题、啊、怎么回事啊？到底我靠，见了鬼啊！哎，自然狙击枪，我感觉时间有问题，现在是5:30的，我睡两个小时。哎，5:30我睡两个小时，但是是7点，果然有问题，确实有问题。时间不对，主要是。阳光洒进室内，又是美好的一天。清晨。真好啊，我靠。坐在这里开始玩星空。这椅子坐不了，笑。这个可以做，真好真好。哦，这把是你说的那个寸的，对，好看，黑灰的。用一下。
在星空里玩星空的帽。那个在星空里玩星空里玩星空里玩。这个空档。这什么玩意儿？你掉了个钳子。以后多放点器具在这个桌子上。仓储清单。嗯，这下面可以放点箱子，哎，储物板条箱之类的。也只能放下这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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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卷子动物，我要做一个小小的那个，就是我在这个黑板后面藏一个这个保险柜。还有墙上的保险柜吗？有，不行，这太厚了，算了，我那边藏了一个，我在卧室里面放了一个，这边就这边放了以后太厚了，就这边走不了，现在还能走。所以你现在最高的那个格伦戴尔白板多少是？二十几吧。二十、啊。白板不，那没有。什么白板？啊不不不，就那就是最高的那个。看看。不到二十。就是不十八？怎么变成十八了？怎么还降了呢？它是有点就是伤害不到。二十四，面板是二十四，然后在快捷栏里是十八。这。不知道为什么这寸头最后改是十一，我改了也只有十一。看一看，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我这个是反甲之类的。嗯，你这纸条好，那个真的。仓储清单。嗯，这个不，这个。Not everything in。应该放。维修报告是什么、哎、这个那还是仓储清单比较合理。仓储清单就是那个上面写库里有几把枪几把刀的那个、他怎么写的？两个 AA99 一个治愈五个战刀。他不是有三个刀吗？两个 AA99 一个治愈五个战刀。三把。全不带寸的，寸的多少？一个零，不带的。一个炙日，五个战刀。两个 AA99。我在这里做一个这个小场景叙事，就是这边有一个仓储清单。然后我在这边的箱子里放了五个战刀，一个智智，两个 AA 九九。这细节，朋友们，看看我们这基地的细节，每一个地方都要严丝合缝，我们放的每一张这个笔记都要对得上才行。整个地方一定要精益求精。啊，精益求精，我靠！嗯，没有把这么好的墓碑。这里好像还能放个什么？弹药箱、弹药盒。
咖啡台架子壁架，精美书架，但是也不能放书啊，大哥。贝塞斯达不能放书的书架，你这什么意思啊？桌子、凳子，还有很多有趣的凳子，我要多用用。哇，这个我没怎么用过凳子，哎、都用那个。它一个东西的变体很。我要做几个凳子看看，这个凳子看起来很漂亮。面对着太阳，这里哎呦，这小位置不错，前面到时候放个小茶几什么的，倒个放个小咖啡杯。装饰，实用推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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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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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细节，细节，还是他妈的细节。问题有什么？这是啥 ？Detail. Details matter.他如果能不拿起来，就是我希望这个以后有这个功能，就我读笔记不要自动默认我拿取，我可以不拿取，靠，就像以前老滚那样，辐射那样，我为什么非要拿取？这个洗衣机、洗烘一体机这边应该放些什么呢？不是很明了现在。卫生间其实是最不需要担心的地方。Caution， 至少他配了一个卫生间，不用我造。这个要自己造卫生间。他主要是没给造卫生间的套件，否则造的卫生间也挺好，还能自己放浴缸，他也不让你选。我想要一个浴缸，结果他两个浴室全都是那个。就是、插那个隔墙啊，但是毛巾架还是要自己放，他没给毛巾架。嗯，毛巾架。这个地方你虽然进不去，但你可以在里面放东西，有点怪。你可以挂，还是只是你进不去，不知道为什么。厕纸呢？配了，他厕纸给你配。哼。不知道用完后还会给不给你。好难。镜子，那应该放在这里吗？镜子，真他妈餐桌。
椅子。太空蛙。Trident, unleash blading glaze. Style among the stars, a universe of leisure. Your dreams from stars to stars.高台还是能，还是有不少别的东西需要展示的。这边放了一个地球拯救者奖那个箱子，可惜他的奖杯是不能动，这点最可惜。真奇怪，都应该是归哪座？天体动力学家这个随机船这个船员，他会说 Captain on deck， 要不要把他换上 Captain on deck？ 啥？就是船长到了，到那个舰桥，船员们都会 说这话，这么带劲。但问题是我刚刚是把他放在哨站的，他也会这么狠，应该就是靠近的。哦，质量效应，我当时特别记忆深刻一句话，就是每次，但不过那个是离岸，对，那个是叫什么来着？叫什么？那个，我记得后半句就是那个 XO Presley has the deck。就前一句就是那个 a shore party 什么的，就是你每次下诺曼底的时候，他会说，就每一次都会有。然后就说那个大副还是谁来着，就是那个获得控制权，每次都会说一句。主要是那个那个基地迷航，每次真的就是每次舰长到舰桥都会说，不带感。换一个手，背包，门口可以挂个背包架子，假装那个挂衣服的。但是门口不能放东西，我操，不知道为什么，怪。那可以贴着上，虽然咱们不知道是怎么钉上去的，但是看起来就像挂衣服的钩子一样。对，奇怪粉丝你。能生活在新亚可真好，你想想以前，当时我在辐射四的时候，我们在城里住的都是什么房子？钻石城的本垒板连窗户都没有一个，然后小地方阴阴暗暗。你再看看咱们新亚这大公寓，我靠，顶楼露天，两个大阳台，顶级装修，奢华体验，闹市中心，闹中取静，银河首府。我操，这 buff 叠一身，好吧，这地方真不一样啊，今时不同往日了呀。这，我换个圆。想想我那本垒板，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再也看不下去本垒板，什么地方？垒板不是熟，不熟。就这哎，我才不住呢，靠！太行。习惯了星空的生活以后，你看人家吃什么惠灵顿，是吧？什么？你看辐射，
这个生活质量，哎，对，你这个说的对，以后我觉得肯定要有 mod 这么高，就是楼顶搞个停机坪，每次你降落直接降楼顶，绝对到时候要有这个 mod。 我也很期待，这个是个很有趣的项目。我其实早一点时候，我今天早的时候就在想，就是那个我不是把飞船降到后面，当时想，哎，如果飞船能降到楼顶有停机坪就好了。嗯，哎，等等，如果我飞得到，我飞到楼顶叫飞船会怎么样？哎，等等，它是不是会穿过整栋楼道？不是，我去试试，我试试，我存个档，我试试，我很好奇。我也想试一下。主要这个楼顶没有平台，它停，它就会穿模，但我可以试试，可以试试，反正无所谓。准备工作终于完，开始。Come on， 霓虹飞上来吧。哦哟，我吓死我了！吓，他怎么？哦，哎呦，差一点，手一抖就跳楼了。我操！自己差点把自己给送掉。你他妈的干嘛？恐怖袭击啊呀！这他材料放一下，看他来了，看他怎么降落。我靠，我太有兴趣看了。他是穿模了没错，但他还是停在楼上，没有停在楼，没有穿楼，你知道吗？可以没穿到底下就行。对，他并没有穿楼，他只是他妈的停在了。但是我觉得真的，如果有个 mod 以后在这个楼上就换个模型，加个停机坪，然后你用这个 mod 结合一下，不就是可以停楼上吗？对吧？嗯，那停楼上是可以的，地面只是把那个只是需要一个地面抬高一点。再加个钱，哈哈哈哈，靠，有可以这样在旁边那个楼顶上放一个那个停机坪，有很大的，然后连到这个公寓上，哎，叫搞个帽子。那你飞船太大了，你在楼顶面积都屋顶长度都没有包。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太空港，看到没有？这。所以水晶球一共多少个呢，朋友们？应该不止9个吧？我首先那个车，火星车的那个吗？没有，对，那个我没有。那就肯定超过9个，但是一共多少个？因为它这个展示台，我有18个位置，我现在只填满8个。我想让它尽量对称，但是它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多？没有18个，只能等以后冒着做雪花球。记得有说懂。不是，主要是它不是多少个，因为 NASA 有好几个是一样的， NASA 那一个它有好几个。哦，那我岂不就可以填了吗？我做完3个，三个不过是一样的，就是一种，至少3个。那有一堆。对，以后希望有 M 船以后，可以从 M 船里生出你的低于80米级的小船，然后降落，那种，就相当于你可以把小船停在 M 舰里，然后但你要降落星球的时候，每一次它就自动用那个船降落，就用自动用小船降落，然后你到轨道以后就自动回到 M 船，除非你在船库里面把那个 M 船换掉，就不把它设为主飞船，你设为主飞船以后可以设一个副飞船，这是我最好的想法，当然这都是白日梦，但是我觉得这样肯定是最好的。
诶，哦，不是没带。哎，这个天体动力学家，哎，天体动力学家他确实一些语音就非常的这么狠吗？那我要找一个天体动力学家了，我操！那动画就还专业，就很认真，人家认真任务，真的。没有勘探任务啊！我要勘探，谁也别拦着我。我现在去大小星二勘探，我们说好了的，就本来是要做那个，就做完星联任务。我当时超重了，你还有那个游骑兵也没完成。游骑兵刚做完，今天做完。啊，你今天做完。就我做完，所以在大小星二、大小星三，那个没勘探完我就回来了。我当时就一直说我在这整理一下，我要回去勘探。没想到建房子建了一晚上。对。哎呦，哦！你不在新亚了，不去接一下那个 UC 的任务？我每次来新亚都去接一下 UC。倒杯可乐去，杀了！我要逮捕他，他非要打我。不，我也是说我要逮捕他。他先动手。对了，那个游击兵最后一个任务就是上校附近那些人不能用那个交涉，别前面的都可以，就是整个一关直到结尾那个最终战之前都能交涉。我把85%的之前的人全救下来，但是最后那一关如果你用交涉的话会卡 bug， 就是他不算你完成了解决目标，对，他会出 bug， 所以最后那里不能用交涉，但之前都可以。我飞船呢？哦，飞船被我搞过去了。我刚才说，我回月球是把那些装就有用的装备放一下。管。这船库存快满了，为什么呀？什么东西这么重啊？你按总重量排一下吧。不是，我怎么这么多垃圾啊？救命啊！我靠！跟我说，我垃圾都放在家里。你怎么 work done？ 那我去月球跑一趟垃圾吧，真的是无语了，需要再拿吧。Five moments。可以专门搞一个垃圾房。哎，要不把深井区公寓变成垃圾房？符合背景，符合设定。Recalculating. And orbit stabilizing.太阳系其实是我第二常去的地方，因为我的月球基地在那里。没想到吧，曾经荒芜的太阳系现在每天来来回回的货船。Don't you just love grab jobs？ 深井区有公寓。沙拉要和我深入交流。啊！我天天在这里说骚话，就跟他换一下装备的。这些加载画面现在都开始放我了，开心。哼，还是没办法完全去除他默认的加载。造了多少？原来我还造了这么多钱，但我感觉他没怎么放我造的钱。那后补科技，就游击兵线的那个新闻，你给了那个新闻台的人。
没给呢，我本来去新亚是为了给新闻，结果建上房子建到现在。靠！反正我给完这个之后，那个任务就完成了，没有了。他妈的没给呢，我操！这该死的，忘又忘。哎呀，能干的事太多，我都。突然想起来，为什么你上次没有玩？要不是我奢侈房品又没了，我还在那建房子。那我是不是最……哎呦，那什么时候去薛定谔拿那个？我操，该死，事儿太多了。那 bug 了吧？那是。我要做几个饭，这样把这个技能给升了。我看到有人说下一次七六要更新七个地点，围绕着七六号避难所附近，七个新的地点要加入。那是不是刚刚那个3.8G 的那个？不是那个，下一次 PTS 上线了。现在我是说，他会不会已经就偷偷拆了点？不知道，他下次更新不是大西洋城，为什么会在本？为什么会在阿帕拉契亚加七个地点？这么勤快啊 ，V 三，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事儿，你突然说有七个新地点。太阳打西边。太阳真打西边出来了，这回。会这样。这也太远了，250米，我看你想出250的人是，改一下吧，我改1000就成4。250，太空500，认真的吗？砸向，转移。最好别转反，然后全转移到垃圾，每次要建房的时候，我就全都带走，然后飞到那个，否则这飞船上都。我现在给自己特地搞了两个 bat 文件。一个是正常走路速度的文件，就是走得更快，就跟 NPC 一样快，有必要，我要跟着 NPC 走。那我这里藏的太空蛙，小彩蛋相当于我基地的小彩蛋。怎么我暂停退出它也会？它不一定背包退出。电梯应该有。没有太空鳄。太空鳄有啊。呀，我说海豹，我说海豹。为什么会一直弹容器达到最大容量啊？你最好就是在砸向那里。就选一个类别，他们现在不是有两个类别，在一个类别里面，然后再是在杂项里，是杂项，它杂项不有小两个小分类吗？一个垃圾桶，一个。那我怎么用这小分类啊？我鼠标是直接点，
是不是手柄左右方向键？不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这是。The fuck is this？ 先放数量多的吧，这样一次能多放点进去。一百多个泡沫杯，我的天哪！你是捡垃圾？不是，都是船上每次改船给我塞的呀，不是我自己捡的，谁捡这么多玩意？我偶尔捡，也不可能捡这么多。那改船，所以垃圾我觉得每次都放身上，然后每次都放回家里，船上那个垃圾就让它出。真他妈垃圾场！一件全卖。关的吗？啊，我决定以后这样，每次改船之前，就如因为我船上自己捡的，我平时会放船。每次改船之前，我把船上自己那个垃圾拿出来。可以，那你得马上卖回来，不然你身上不堆一堆。拿回来，然后我把那一批东西拿回来，然后不行啊，那么混在一块儿怎么办啊？这，又不能再放一批。你放队友身上，啊、哦，对对对，放队友身上，那队友放不下怎么办啊？有是船上有八个队友的，好，真够费劲的呀！啊、哦，我懂了，每次这样我就去陋室，我去陋室无限箱子放，然后我再回去把那个船里的东西拿出来全卖掉，然后再回陋室把我旧垃圾取出来扔船里 ，OK 解决。陋室那箱子用出来了吧，就中转、哦、因为别人都有限制，都是无限的，而且他到现在都没有刷新。哎，这陋室的箱子 我总算有用了，我可以这样子了。对呀、啊，哎，那我垃圾为什么不放陋室啊？哎，我有病，我靠！是你要装修新亚的话，垃圾没锁了。不是我在这里放这么半天都不如都，我飞回去放陋室里都比我在这里装这东西快，靠！真的是去陋室了，走了，懒得和他在这较劲。垃圾这东西直接一件往里面一扔，靠，眼不见为净，要用的时候去取。陋室的箱子应该没什么问题，一定是无限箱子。他特意给的，我觉得就是，只代价就只是不连而已，但是存东西肯定。一个是这个，一个是我怕的就是，比如说你放太多东西，是不是？不应该有问题。不是四的那些箱子不都是无限？为什么我听不到自己枪声音什么的？要不是这个飞船还在鸣叫，我还以为真的是真空不能传声了。可能只是因为刚才我超重过度，它有那种效果，就是耳朵不正。还有一种东西我可以存上来，就是资源里的那个咖啡袋。就咖啡袋这个东西太离谱了，但它
它其实还不是最重的，说实话。只是它也不经过烫，76重量，79，并不轻啊，挺重的。咖啡袋。老滚我破老滚我450H 慢慢断断续续玩了半年了，星空这才一个多月就快400，我也不知道，主要是滚五当时我没有一天玩，就是我没有说请20天，一共20天的假，然后从早到晚没有这样过。老滚当时还都是用课后时间，下放学以后就没有这么狠，因为上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有那个带薪假期，上课可没有啊。当然上课你有那个，你有暑假嘛，是吧？有寒暑假的不更，但是当时没有碰到，但是寒假我还去了日本，而且被日本在日本本来打算待2周，结果被困到了快4周，所以老滚五就拖了很久。那星空这次就是集中，特别集中的，所以时长涨的是有史以来最快。You are entering United Colony space. Maintain course and prepare to be scanned. 哎呦，不是。我每次进这个 Jameson 眼前都有这三个残骸，每次都碰一下我的船，到底什么东西啊？这是这个，每一次这玩意都在碰我的船，每一次进来 ，What the fuck is this？ 滚啊滚啊！我直接去陋室，这一次我需要直接去陋室，否则我这超重超的都，他既然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去吧。一般我是不直接去陋室。For the lodge, I think I would avoid this city. It is all just too much. 什么太空垃圾？什么太空垃圾打捞队啊？对，我是一中。I do not spend as much time here as some of the others, but I appreciate that I was still given my own room. Hey, 看情况吧。上班的时候每天可能玩5个小时，放假的时候每天玩12个小时，周末之类的。不错，这个表盒我还是放我家吧，因为新这个陋室我不怎么来，我还是运到我那个公寓去。克拉和他妈妈走了，希望他们以后幸福，能够不知道以后太空随机事件还会不会碰到。之前不是会随机碰到克拉吗？希望他们能去天堂乐园度假呀。哎，那你要是去天堂乐园，说不定能碰到，应该没这么好。大获成功。这睡大成功了。
大阵。他原本是四个，别不要剧透，怎么还剧透呢？怎么还？大阵。这种问题不是用来答的，好吗？这种问题只是用来感叹。把这表盒放在哪里？这表盒能展示吗？让我看一下。可以展示，那放展示柜里吧。和这个异域，我这个奇异瓶子不要了，你把这个异域木质放到旁边去。然后时空标记。